第一千七百四十九集。若是在以前，云溪不会允许有人威胁到自己的地位，尤其是在她拿回了云家属于自己的一切之前，有人这么不识抬举，她可就没有今天这么好说话了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她不再是云家的大小姐，云家的一切对她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，本来就不属于她的东西。 他也无所谓，去争去抢，是我的东西，谁敢抢，我也不会束手就擒。云楚涵，你今天好心的提醒我，该不会是你怕了这个女人，想要跟我结盟吗？我我有什么可怕的？云楚涵嘴硬的撇了撇嘴，眼神躲闪，就是觉得他不过是个外人。 一来就分走了父亲的关心，甚至还有可能成为你和我之间的威胁，好心提醒你罢了。他是想跟云溪结盟，可看到大姐这架势，分明就是没有把那个女人放在眼里，不知是没当一回事呢，还是真不怕。云溪的手段，云楚儿是见识过的，对付楼下的那个女人绰绰有余，就看他想不想而已。哈哈。 那就先谢谢你的提醒了啊！楼下那个女人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他抬手拨开挡在身前的于楚涵，转身往爷爷书房走。等于七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，莫非是已经换好了睡衣，躺在床上，手里还翻着一份资料。看到他回来，莫非是坐起身，把手里的那份资料给他递了过去。这份资料。 估计你会很感兴趣。云溪不解的走了过来，刚碰到他递过来的文件，某人宽厚的大手倏地往前一捞，直接将人带到了自己腿上。看看文件而已啊，别动手动脚的好吗？挣脱不开，云溪索性直接坐在他腿上，翻开了他递过来的文件。文件里边记录的都是楼下那个叫林淑华的女人。 他不过是在车里面提了一句，莫非是就帮他把这个女人的资料给他弄来了？看不出来啊，这个女人还真不简单嘛！我爸盼了那么多年的儿子，还不知道是不是亲儿子呢。云溪扫了眼手中的资料，轻笑了声。刚刚在楼下，我就看出来这个女人有点问题了，柔弱的表面下。 还不知道藏着一颗什么心呢，偏偏我爸就是这一套。回头要是真的头顶一片绿了，那可就真的有好戏看了。他和云远峰之间，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，都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你只需要掌控主动权，以后有他求你的时候。这个女人嘛，就算再不简单再厉害，你二婶也不是省油的灯。云家的事情不用你操心太多的。 嗯，我知道啊。我一向奉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如果这个女人自己送上门来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年关了，我刚接到消息，有一批雇佣兵沿着国境线入境了，朝着京都过来。最近要小心一些。明天开始，美食不要出门了。需要准备的东西，让小二、小四去办。你留在山上准备春节的东西。 啊，穆公馆过年为什么要让我来操持啊？因为你是将来的当家主母，穆公馆的事情由你来操持，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你这么免费的支持我，那我能够问一下，当家主母享有什么特殊权利吗？有，免费无限期享用本少爷我，陪吃陪喝陪聊陪睡。 我能陪你举杯邀明月，我能陪你上战场。哼哼哼哼。于其看了看他那一本正经、毛遂自荐的模样，忍着笑戳了戳他那张好看的脸。你这些啊，好像都是夜场小白脸的技能。没想到穆少帅，你很有小白脸的潜质吗？宝贝尔养我的话，我也是不拒绝的。啧，真不要脸。